现在应该是收稻谷的季节了。演员彭昱畅从小生活在江南，最熟悉这样的环境，大片的稻田、青山和绿水，马上让人想起大米香甜的味道，还有田野里的各种气息。我印象还蛮深的，就是有四头水牛趴在那里，给人一种很安逸的感觉，安逸舒适。演员彭昱畅今年25岁，他在自己参演的故事里已经穿行千年，却从未去过5000年前的中国。两岸是5000年文明的烟火，此刻他将回到江南，回到良渚古城，回到5000年前，顺着这条时光的河，少年走向华夏文明的源头和初心。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前往，这是一次时光的朝圣。Hello， 你好。喂，哟，嘿，哎呦 ，Hello， 你好，彭昱畅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年轻人可能是比较阳光的，然后比较对人可能比较热情的。距今5000年前后，神奇的北纬30度一带，诞生了以古埃及、苏美尔、哈拉帕和良渚为代表的伟大文明。这是属于世界的良渚文明。中国文明就是从这些最初的根系里生长出夏商周，生长出秦汉唐宋。这里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地方，更是一个5000年的时空坐标，是我们的来处。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这种到处跑啊什么的，这种情况挺多的。对，因为回家机会比较少。我也是一年最多回一次家。啊，我也是过年的时候。真的过年，对，过年的时候回。不过真的就是有的时候雾大的时候，可能隔个20米你都看不清对面有人的。20米看不到有人，这边空气也好。对，空气非常好。1936年，良渚古城遗址首次被发现，它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。经过了长达80多年的持续发掘和保护，2019年7月6日，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，标志着中华5000年文明史得到世界公认。这边还是好漂亮。这些水稻都是厚重的，因为现在是公园里要有一些。从10000年前开始，中国人最早驯化并种植水稻，直到现在，它成为中国人的主食，而且世界上一半的人口依赖这种农作物生存。这没差的时候，我经常在这遛狗。哦，是吗？对，我们工作站养了一只狼狗。哦，就是，然后我就带着它，然后它就特别喜欢在这上面跑，尤其是原来我们就住在这儿，所以一出来很方便的。哦，现在就住的，对，就住到这个遗址区外面去。不过那个地方真的很好，就是明显能感觉到，虽然它有些快递，但是快递送不进去那个地方，就有点与世隔绝，而且网络信号非常不好。渚，意思是水中的小块陆地。良渚古城内城，这一小块陆地的面积和4个故宫一样大。良渚古城作为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，其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，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。反山王陵、瑶山和会官山祭坛、莫角山大型宫殿遗址，围绕莫角山四周的古城墙，每一次的考古发现都震惊世界。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城市规划的典范，是中华文明5000年前最初的脉动。这个竹林也真的是好。那面是它的那个宫殿基址，上面是盖宫殿的，它是突出比较多的。了解。反正
但是说不定当年就从那个河那里划船，对，竹筏子。现在我们钻探的一个结果是，它城内至少有51条水道。51条。对，所以就是一个纵横交错的一个网络，所以这整个城更像一座水城，就有点像威尼斯。对，现在威尼斯的这种感觉。而且它这个水路是跟外面的这个相通的，可以通到很远的地方。两座山还有点对称。良渚之后很久没有人活动，直到汉代才有人活动。汉代之后很久一段时间，可能人的活动是比较少的，嗯，然后就直接过渡到现代了。是不是站在上面有种那个很开阔、很凉的？很开阔，而且我真的就来到了5000多年前的历史。就是他当时他的一个柱子，就是一个柱洞，真的不敢踩的感觉，就是这种。对，这是一个东西两境隔间的一个隔墙，它只有7个柱子。四周很开阔，对，而且它很这个地方高。实际上，它这个地方是居于整个良渚古城遗址的中心，中心点，它是一个中心的一个宫殿区。哇，站在那里啊，我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，而且几千年前。直到现在，国泰民安。虽然我们不能感受到当时的历史，但站在那里的心情，我觉得一样的激动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这个地方也是沙土广场的范围。哦，这个地方要比较开阔，实际上适合那种大型集会、人很多的那样的活动。天安门，对，有点像那个，有点像一个大广场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有可能当时良渚王可能会在这儿阅兵啊，然后举行一些仪式啊，然后都有可能。快要下山了，在这个地方看日出也很好看。哦，因为两边都很那个。对啊，都没有什么遮挡。到这里，哇。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这边住的时候，晚上就会跑上来，然后。躺在这个草丛上看看星星。对于我们所有良渚考古队的队员们来说，每年有365天，差不多至少有300天我们是住在工作站中的。我们虽然是现代人，但是研究的内容是古代，所以可能在生活中也一直保持着古代人的生活状态和思考方式，可能在别人看起来非常艰苦，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研究人员来说，却有着很大的乐趣。喜欢古生物什么的吗？古生物是什么？就是那种恐龙啊什么之类的，你喜欢吗？啊，恐龙啊，我不敢碰，我可以看。你可以碰啊。啊，你可以碰。那万一碰了出了个……没有，我经常碰的，因为我工作就是那个，我做那个做一些那个动物方面的这种，反正基本出来都是骨头嘛，差不多。那还是。你可以看看，很有意思的。一般小朋友到我那儿都很开心的。哦，是吧？是。良渚文明是以稻作为基础的文明，稻米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良渚先民，今天它同样滋养着我们。中国人和水稻之间有着跨越千万年的生命联系。2017年，在古城遗址的池中寺粮仓，发现了多达40万斤的稻米，这是当时城内数万人的口粮储备。对，它碳化了，但是你看这个颗粒，实际上跟现在的那个大米差不多的。实际上我们挖出来，它是混在那个泥土里面的。哦。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一粒一粒把它挑拣出来的。一粒一粒挑拣出来。对，一粒一粒挑拣出来。国外学界曾长期认为，中国只有大约不到4000年的文明发展史。历经80多年，四代考古人将生命寄于这片土地。从一颗石头、一颗种子、一个猜想开始，从第一片黑色陶片到一块玉的发现，从一座宫殿、一个古城到一个水利系统的发现，良渚遗址就这样从一块碎片连接起整个文明，向世界呈现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伟大见证。然后现在我们来到一个真实的考古发掘现场，然后带你看一看我们考古都是怎么样工作的。好的。这是我的同事，一个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技工老师。哎，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你好，你好。
然后可以跟他学一下怎么样使用这个探铲。嗯，好的。用的话你要抓直看准，嗯，不要缠了脚。嗯，这得用力。嗯，往下出。就是这种它土比较泥的话，嗯，你要把探铲转一下，它才能把土带上来。如果你不转的话，它土是上不来的。对，使用这个探铲是我们考古里面一个最常用的钻探方法。哦，我们可以了解地下文物的一些分布状况，包括一些文化层的一些堆积情况。嗯，靠土质的颜色。对，土质土色来判断。哦，试一下吧。试一下吧。不，感觉不太准。站的姿势有点，那这样站直了，水手这样抓，嗯，你紧贴你的身 体, 你, 身体靠得近，你不要离得太远，你瞄不准的。哦，你要贴着身体，手能把握准。哦，小朋友好，拿稳了。这种打法容易扎脚。哦，是吗？你要再打下去以后，三面转或者两面转，哦，转着以后它打出来是圆的。他看到它是半圆，但是你要转着打，它打下的孔是圆的。哦，就我感觉我都打不进去了，我都干得多的就好了。对。我要努力啊，等我一下。你看我们这个土颜色还没变，还是在这一层啊？是吧？是，已经有十几厘米了，感觉。对，实际上有的时候一个地层的它的那个堆积深度是很厚的，嗯，所以实际上我们在钻探的过程中，致力于这个就是通过土质土色的不同，然后来判断它这个地层，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。对，因为还要看一下，是吧？是的，真的很累。就是一开始我当看老师在示范的时候，我觉得看起来还蛮轻松的，但是当我真正的一点一点往下的时候，非常费力。真的就是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，很费力。当时所有人正要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挖到一个良渚时期的陶片。他们刚挖出来一个陶片，刚刚挖出来了。觉得你现在还是震惊的眼神。还是真的是蛮神奇的。良渚文化是从距今5300年到4300年的一个文化，然后也就是说它距离我们有几千年那么远。那我可以碰一下，真的可以。你要拿在手里什么感觉？其实就是在你摸上的那一刻，你就觉得没那么真实，现在觉得很真实。嗯，就我生怕把它捏碎了。就我因为老说就是出土了之后嘛，你像这些就特别怕氧化啊这些东西。我是真的可以拿它拍一张照片吗？我真的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不会影响，不会有任何影响，是吗？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亲手碰到了文物，我很幸运，很荣幸能见证这个时刻。嗯，所以我今天就拍了照片，我就还想回去发个朋友圈。1936年冬季，一个25岁的青年走进了这段历史。在西湖博物馆任职的施兴庚发现并一个人主持发掘了良渚遗址。他在余杭良渚镇一带发现几片黑色陶器的碎片，如获至宝，因为这些碎片来自新石器时代。随后抗日战争爆发，杭州沦陷。1938年，施兴庚一边在浙南山区参加抗战游击，一边继续考古整理工作，使得50000余字的专著《良渚》在战火纷乱的上海正式出版，在硝烟中呈现了一个5000年前的世界。4年后，年仅28岁的他，积劳成疾，作别世界。一丝一毫的这种工作态度，我觉得是让我特别钦佩的。然后他们，宋老师他说他来这里几年了，他说他爸爸妈妈就特别担心他，因为父母嘛总是非常担心孩子，就也会使我想到，就是因为我们拍戏嘛，有的时候也离家很远，然后
也想到我们。考古可能是一种要耐得住寂寞的工作，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要进行田野考古发掘，往往这种工地又是在一个人迹罕至、人烟稀少的地方，所以学会一个人独处，实际上是做好考古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个人素养。我也想说，那我多拍几部戏，拍好的戏，演好的角色，那我通过我的影像，哎，将来我儿子的告诉他儿子，儿子的儿子告诉儿子的儿子，哎，你看胡云畅原来是拍戏的，那就会有给后人告诉他们我们存在过的证明证据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历史的珍贵，使命感这个东西，因为它是我们，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，每个人都很珍惜它。哦，这是我一些同事们他们在进行这个陶片拼对和整理的工作，一般一个一个来试，然后如果说拼的时间比较长了嘛，可能一看就觉得可以拼得上。现在是不是觉得有点眼花？对，就是我觉得看什么都都像，就觉得可以试一试。对于我刚刚来说是骄傲吧，荣幸，很荣幸，就因为没学过的，跟宋老师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，就觉得好像真的就默默都也为国家文物保护出了一份力，这种感觉。可能考古对于大众来讲可能是离自己的生活圈子比较远的一个东西，但是他愿意进入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去了解它，还会经常会问我一些关于考古学的一些问题，所以我觉得他也很好学。十月的江南良渚香墨纵横，在第五千个秋天，五千年前那个收割场景与今天不会有太多不同。耕种天地间，这是古老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。体验他们五千年前的生活，和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挥洒汗水，我们将因此更加接近先民，并且感受到他们的每一次心跳。师傅你们好，可以教教我们收水稻吗？可以啊，去年的这个稻子你要好好控制，这个是直接像从根部这样就可以了是吗？还是不要这样割，不是在砍的，割到的割、一下提起来。对啊，你这脚当心哦，而且不是像你这样割。那是什么？演示一下。好，这样要割到两把。哦，一次性多一点点是吧？这样提高工作效率嘛。好的。虽然五千年前梁主人不是这样割水稻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这个水稻收割，也是对他们日常工作生活状态的一种还原。那五千年前是怎么割的？当时呢，梁主先民实际上他们是用那种石质的镰刀或者石质的刀。来收割水稻，就是姐姐你在车上说的，对，就可能没这么现在这么方便。对他们刃部可能会稍微磨得锋利一点，但是可能收割水稻的这种效率是没有现在镰刀这么高的。嗯，所以他们收割水稻的活动应该更加辛苦。之前有在节目里去插过一片水稻嘛，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到收尾，那今天就是弥补了我当时的那个遗憾。我们其实很多中国人吃米饭啊，吃面食长大的，对吧？其实它就是我们生活的来源嘛。我们
们当时对良渚的一些陶器做了一些材料构分析，比如说这个鼎，鼎下面一般它会沾有一些锅巴，就是当时的一些吃的，然后我们发现是那种米，他们当时就煮一些米呀、啊，然后煮一些米粥啊这种。这个鼎是我们当时挖了一些良渚地层的那种土，然后照着它当时的一些鼎的形态来制作的仿，对，做的仿制品。哦，所以是用那个地层的土做的这个鼎。对。那这口锅难道也是？不，这口铁锅是现代的。啊。那良渚的时候没有筷子，那他们怎么办呢？用手捞。啊，就直接不一定说所有的好了，饭吃完了。真的，我自己做饭自己做香的。哇！当时梁主任煮一顿饭特别不容易，因为这个比铁锅的导热性能要差、哦，所以他们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做一顿饭。了解。虽然这个陶鼎里的饭稍稍这个口感可能有一点夹生，但是也是我们这个劳动的成果吧。整个过程感觉很开心。听说你最喜欢吃米饭了？对，我喜欢吃米饭。想体验一下，在当5000年前，梁主人他们做米饭是在一种什么环境下，感同身受这种东西。这个整个过程。可能是我们今天的人所无法想象的，它可能代表着一种非常辛劳的过程。虽然一口是现在的铁锅，一口是5000年前良渚的土做的鼎，而且用的同样都是今天良渚这边产的米，但是虽然锅不同，鼎不同，但是产出来的口味却是，我觉得是一种中华民族的延续吧。我们依然在这里，依然吃了这口饭。我们上古的祖先坚韧地开辟了这广袤的土地，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。我们今日追溯过去，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？这是28岁的施行庚在《良渚》一书中的发问。正如施行庚所思所想，良渚古城既代表着民族意识和中华文化，更是传递着5000年不变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方式。当每一个中国人踏上良渚的土地，都是一次回到5000年前的生命旅程。每个人都能在此回望我们历经数次兴衰都不曾遗失的精神家园。83年来，28岁的施行庚在80年前的赤诚和热血，激励着几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用生命完成跨越5000年的时空对话。良渚这片土地上生长着不绝的生命力，那是一种深情而勇敢，用生命完成使命的青春之心，中国态度。静静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彭彭老师，你好，欢迎你们来到良渚院参观、啊，来，我们这边请。是我们的主题就一句话，良渚文明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。因为良渚它是一个时空概念完全没有的，它是一个史前，没有神话传说，也没有这个文字记载，所以我们今天对良渚的还原只靠一个手段，考古发掘。当我真正走进博物馆的时候，我才真正的开始了解良渚文化。墙上就写着良渚文化实证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，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一种骄傲，是我的一种骄傲吧。嗯，
对，我相信也是大家的一个骄傲。我们小的时候祖国为我们护航，当我们长大了有能力了，我们每个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去护航。平安吗？